好，一百之后的话呢？好，再来的话呢，往左一百，Enter，最后的话呢，输入一个 C，Enter，这样的话就可以画出一个正方形了哈，正方形。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画一个这个图啊，如果有一个缺角的话，比如说我这地方希望画这样的一个图好了，像这样的一个，好像一个楼梯，那这样的我怎么画呢？第一点啊，到这边一百，五十。五十五十五十，这边一百啊，这样就可以。那我再来做下一个练习啊，也是一样，点下去之后的话呢，先指定第一点这里，好，一百，往上五十，哎，错了，怎么办？按一个 U 倒回来，再输入五十，Enter，再往左五十，Enter，往上五十。往左五十，好，最后的话按一个 C，好，这样的话就可以画出一个这个不规则形和一个楼梯的形状。好，最后记得把它存档起来，这个就是正交的练习哈。那这里的话呢，我们把它输入叫做正交啊，这里头按一个储存就可以了。